没错。其实他去年打击率.286就不错，上垒率也是哇哦 ，nice play。这球的反应相当快，把这个米菲球给接杀，形成了一出局。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播，这个球压得蛮低的，打得非常有技巧。嗯，就这么低的球了哦，你还能掌握得这么扎实，确实厉害。他这个打法从慢动作来看是有刻意要往几场比赛打的，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再来看一下刚才的王胜伟，从慢动作大家应该有看到王胜伟第一个说做一个垫步，那个做一个垫步也就是投手出手然后往本垒投球的那个瞬间，他做那个垫步其实也是准备要做启动的一个动作。